贴血 哎，我觉得你们去一服哦，因为写作息还蛮容易忘记你在哪边。天哪，我要叫了，我要叫了。所以真的很帅啊，而且他都会介绍我们最新的东西。我的天呐，有线网呢！我刚好遇到线网，红雪天霞绿，还真的可以跟他切磋诶。我是怕他打，我们吗？我是怕他跑车诶，他真的跟我 PK 了！我真的这游戏真的好赞哦。而且他可以随时就是，他可以随时就是看线玩对战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等级没有少？靠背，我点错了吧？怎么知道哪一个招比较强？那可以抢安生技啊！游戏是我觉得非常耐玩的游戏 那你们现在卡点可以先解师门。那为什么觉得这游戏耐玩呢？我先跟你们讲一下。你看，你可以偷他的东西耶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你看，我们最新的战斗都可以在这边看，非常的帅哦。可以赶快直接来玩的，那我在衣服，简单又轻松哎，啊，他逃走了，